哎哥，我看他们衢州的那个鸭头特别好吃，你也给我做一个吧。不会。哎哥，我给你钱，你会吗？那五块钱撑着什么不会？你枣子也愿意吃，走。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做一个衢州的麻辣鸭头。朋友们，这个衢州这个麻辣鸭头啊，制作非常简单啊，加入锅中加入生命的源泉，鸭头洗净啊，放入锅中焯水，焯好水的鸭头捞出给它洗干净。咱们现在开始卤制鸭头啊，咱们准备一大锅水，完了把鸭头倒里边，咱们将大块的葱姜辣椒还有花椒放里边，加一大勺黄酒，来一大勺酱油，来一大铲子盐，家里有条件的来一小块老冰糖。咱们家有个料包啊，料包里边有什么东西我给大家打在屏幕下方。朋友们，咱们盖上锅盖之后啊，卤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。这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卤法啊，非常简单，而且鲜香麻辣。如果您的手里有双击，请您给得这个双击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咱们卤到这个程度之后啊，关火给它卤到入味为止。哇塞，衢州麻辣鸭头来了，来，哇、哦，